请问你在说话的过程当中，你的手有没有抬起来像？你的手掌有没有就是朝外，然后出力，在每一句话的时候，你的手的动作都会晃一下？是不是真的有哎？真的有，真的有。那有没有呈现？你能够想象我讲话的画面？有，你有呈现一个酒的概念吗？你是我的知音啊！我是你的知音，呈现出一个酒的手势，是吗？是不是？不要惹我生气啊！不要惹你生气，对不对？大家还要猜吗？脾气不好，还不是你们惹的？现在不是输不起的。情不自禁嘛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对，哎，嘴唇更白了，有没有？来，特写，有吗？放心了，我放心了，这是我的特色。你有化妆对不对？有化妆，气色不好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但是你不要看我像，我可以撑很久啊。对，哎，尖叫声。交到天菜男友，但专辑卖不好；跟一辈子单身，但专辑大卖，哇，赚很多钱。你宁可选择哪一种？专辑大卖，赚很多钱，单身。一辈子哦，他上面写一辈子哦，你受得了？孤单到老，孤单到。我可以花钱找男生。陈汉典把耳机拿下来，你拿这个章鱼往他的脸射下去的时候，他会第一个对鱿鱼，鱿鱼脸射下去的时候，他会回答哪一句话？第一个反应，第一个反应。你干嘛好了？你干嘛？好，右边。三二一，哎，再一次。你要那么多啦？那你这样子，那这哦，真的啊？赌啊？有没电的？好，完了。来。